任的玻利维亚驻华大使尤西达，今天中午12:50，搭乘国泰航空公司551号班机到达我国台北松山国际机场。尤西达大使到达的时候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祖宇在机场欢迎。尤西达大使今天晚上下榻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，他将在近期内呈递到任国书。